以后打人吧，一级入侵那边也去啊。我刚刚聊天就在没有入侵，应该是一级入侵的，因为我们初次输不过，刷不过人马的。然后三级去反也不好反，三级反的话，别人已经刷完了。看到没？他刷野，哦，他是红开的是吧？那这样话好像能反到，他反下都不行了，反下都能反是不能反，他反了之后，第一线杀不了，他的队友就来了，不反的不反的，尽量刷吧这把，不反他的，反的话出事的概率更大一些。天天看我的直播，学习自己的不足。是应该这样，我每天都在，我每把都在教学，对吧？你们就应该多学一下，多切屏看啊，多切屏，像我这样多切屏找机会。然后我们人在中上的时候就切中上，你上为什么我刚刚不切上路的？因为上路压得太深了，然后他这个血量又多，那说明对面血量应该也不残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不切上，我一直在切中，因为中路的话对面没压，就我们队友没压线，所以一直多在切中。但这波对面上来看到没？他往外面推了一下，那我们就有机会抓了。把野怪刷完可以靠一下，多切中和上啊！人在上，我们在上的时候没必要切下路，对吧？切下路干嘛，对吧？切下路我们也去不了。他刷野很快，看到没？他已经开始抓的，我刚刷完。这个线的话太靠前了，抓中试试。没机会啊，只能回了。这波就很穷，这样发育是差的发育，但没办法，实在没机会。上路压得太深了，没办法，越不了这个血量。这样还不如回家是吧？中路也死了，不如回家。回家起码是吧？有可能这波对面打人马还要抓下，我们可以就反得到。或者人马这波反一点，我可以也可以逮到。这样。上路没办法的，不能给他让出。这波直接去那个虚空巢虫吧，他应该是会直接打的，我们直接去。这波不能刷的，不能刷的，因为我们抓了一波人。如果这波没抓的话，我们可以刷上去打虚空巢虫，但是抓完人的话就不行了。他也推的棒不好杀，这边要奶呀，好像这个左一在往这边靠，上半野我往这边靠。快先杀这边人！不是你这嘲讽得到吗？你这可能嘲讽得到吧？可以啊吧，可以吧？来，先打这个人吧。这个是玩的啥呀？这不是。扎尼奥，你玩的什么？我真的好抽象啊！他扎尼奥好抽象啊，玩的，我真是麻了。技能全他妈空的，我操！他技能全空的，我操，真牛逼！
谢谢，我是 Hello 送的牛碗牛碗。兄弟，你的号是都什么段位啊？到那个提督到大师什么段位开始上的？他一天打了多少段？快的，这个小门也屌。查个眼吧，看他是不是在打。干你老母了！还行，赚了赚了，可以入可以入。假装搞这边的人，实际搞这边，插个眼。卧槽，你这个回头！哇，这斧子怎么死的？NC 也挂了，那你踢你踢你踢，哎呀麻了，炸了炸了，这辅助怎么死的呀？妈的死哪里去了不知道。我们这里打架他怎么不死的？这把好难打呀，谢谢小龙虾送的牛碗牛碗，谢谢小龙虾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主播在不在？在呀，主播咋了？上次已经在遥控我的，抓不了，满血，慢慢野吧。让他去抓吧，我不好抓，这个血量我伤害不够的，我现在装备有点差。他应该会过来吧，可以打掉，赶紧回家。他看到我在这边，他肯定要去反下面也去，他知道我这个时候拿杀的人在这个位置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小了嘛，不合虚空朝中。这虚空朝中可能只能拿一个，这边要拿的。走走走走走，不要的，拿一个，每人三个就行了。他可以踢过来，真没大到，我心态崩的。哎呀，还吃到他这个 E， 我操，心态崩的，真没大到啊！感觉上东也不能打，打一波输一波。对面前排比我们这边热，然后那个赶紧去赶紧去，这人马来了，人马肯定要从这边抓他。
芝麻不来吗？哎，炮着没补到，操！这人马怎么怂起来的？这些人马要过来的话就杀了就好了，人马是大人头。左那个这个谁，他这个什么，他这个时候打架太弱了，等他拖到后期。这个格温，对，格温现在还是有点弱。这个小龙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，下路是满血，然后这边好像有人，这个人马是优势。哇，抢完就跑，狗东西，整接成慢的。你他妈的来，本来一小时啊，对面人马没大的可以整一下。抬不到的，看样子就抬不到。那先把这人马带来吧，下路打不过，不好打。人马是大人头，人马杀的赚很多，人马也是大人头，知道吧？哦，这边一直有个眼，过去过来慢的，这辅助感觉有点拉垮。他没打别的，直接切点 A。哇，这也是个大人头啊！哇，这就爽了呀！走了走了，这也是个大人头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他好肥啊！他刚把打比用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这里的，所以我可以直接追着人一直 A 就行了。他要是不用打比，我是杀不了他的。我不能这样追，追的话他给我打比拉开之后就一直 A 我，我就死了。但是他把打比先交了，那就可以完全一直贴着人 A 就行了。先刷野吧，这个先锋的话不要看得太重啊。先锋这个新版本的先锋很拉垮，上路打不过，上路一直都打不过，上路打不过不其实很正常，正玩的也不咋地。他这不可能要被抓，看一下要不要跟呢？不想打，说实话真不想打，但是他还是被抓的。他死的太快了，没法打。先锋让的吧，这个眼可以拍的。死太快了，这波人马也大，别打。真不在上路野区打架，打一波输一波，我发现了。去下路吧，下路打得很激烈。幽梦一开直接过来，他要往这边跑，打必经坐 Q 闪 A 直接大，因为我不大的话我没子弹的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只要第一时间杀不了他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跑掉。他拉开之后再躲大的话，他就容易躲了，近距离他不好躲，这种时候不能忍。来一波下，ADC 有大的，我们这波可以操作，然后把这边视野拍了，让他推打，保护他，掩护他推打。坏了，对面把上单叫过来了，上单叫过来不好打呀，上单太弱了，打不动。一定要先把那个脆的杀了，就像这波杀先杀人嘛。走走走，不打，太肉了，妈的，什么东西？搞这么肉，谁打得动啊？救一下他吧，把这波线可以吃的，对面有队友不会吃的。中路守一下，兄弟们，中路守一下。哇，这么拉垮吗？炮车好像还漏了，我看到。太肉了，先出新语吧，这把。
先去水银鞋嘛，水银鞋也可以。不行，不能出水银鞋，对面物理伤害太多的，不能出水银鞋。他们这里打架，那边人马会过去的。走走走走。哇，这人伤害这么高。我过去一下，看他能不能抬反手抬。我、哦、他妈来了呀！这辅助反手抬不就行了吗？我都点信号了，他反手抬对面，他最多的跟对面换掉，还不一定换得掉。我直接把他杀了。这把的菜币有点多，坏的。坏的坏的坏的，真不妙的，这个红包反正吃不了。压等级，压这个人马等级就好打多了，马上可以压他两级了，一级半应该是有的。不要抓这个什么上单啊，这上单太弱了，没有巨杀青雨别抓他，抓这个脆笔啊，抓些这个脆笔，这波配合辅助把他杀了。好，小龙小龙，对面少个人，打小龙吧。行吧，这边视野多了。控资源的时候记住的，先抢视野，知道吧？先抢视野，视野不做的话，对面过来抢龙的，而且过来抢龙可以先杀一个他们。这不，这个下路塔应该能推掉吧？我们不用去上面了，上面核心已经没了，看能不能掩护他推一波二塔，下路二塔，下路二塔给700块钱。这不，对面不来的话，我们直接推吧。推完走了。 OK OK， 700块，白拿个700块，回家吧。接下来不能去往下走来了，接下来那个大龙要刷新的。好，巨杀幸运有的，这不还是得水银鞋，不还是得那个布甲鞋，说错了，这把不能出水银鞋。好，这波打得可以，应该能打赢吧。又去打 B 减速 ，A 下带减速 ，A 下带减速，一个扣 A。中路塔的话怎么说？守不守？直接大龙吧，直接大龙吧。有人踢中路的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他这个踢的话要送的，要送的。这踢很傻逼，说实话。杀人吧，人马杀完，然后打大龙，我被，我顶不住的，跟个大招吧。这个对面辅助我没出布甲鞋，他打我太痛了。哎，这样搞的打不了的，这个逼中单搞的，本来是稳打的。野怪也反不了，让他吃吧，我打野怪可以回血。出血，我嘎钱不够啊，出什么血？这波可以回家出血了，出个布甲鞋吧，不然顶不住，这个伤害太高了。应该能杀吧？啊，杀不了，闪现跑的。水银时代。漫天飞雨。这能反杀？我操！这个辅助真的猛啊 ！ADC 有大的打不过。ADC 用两个技能加蜡烛都打不过，太牛逼了！这版本这版本的塞纳真的猛啊！啊，这，卡个视野，看这个能不能上。我们等一下，哎，他已经上了是吧？他已经开了。又被杀了一个，推打推打，来来来，这个时候来人的话，最多一个人嘛，那个中单还等一会儿来，
往后面跑一下啊。哇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，我操！他人马想打下面河蟹，我不想让，但是确实得让，让的吧。啥呀、啊？这是啥呀、啊？这是叔叔你在想什么？哎、你妈的，你在玩什么呀？真的是抽象死的，真的是抽象，不该管他的，像个小丑一样。傻卵子一样，一个比一个抽象，这把的队友，妈钻一的人呢？这一个比一个菜，操！都钻一的人呢，怎么都这么菜呀，我的天啊，玩什么呀，没有三条路，没有一条路正常人的，我操，我顶不住的，我想点的三条路都是狗胆子，怎么玩，你装你妈，你装你妈，装装装装装装，少这么多人还想争，争个屁！让的让的，别要的，太丑了这几个人队友。先是加尼奥抽象，再上单抽象，那个辅助也抽，开始抽象了。这辅助已经抽上了几波的，越玩越抽象。去对面也去看有没有野怪，小龙只能让，看止损一下吧，也去有没有野怪烦一下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他第一次没上，那我不就我就必须的拖吧拖，慢慢等。哇，来的这么快！哎呦，操作不动啊，真操作不动，妈的全啊全靠我，对面又是贼肉，反应这么慢，大招按不出来，伤害全靠我打，我真操作不动，太肉了。好，全控，不能赢，确实想伤害的话就得无尽，想容错的话就得那个，就得复活甲，因为现在伤害不高的，没那么高，想伤害的话还是得无尽，无尽吧，这把他靠我谁，我出复活甲的话不行，他都靠我，伤害全靠我，全压你重担全压到我身上的，因为拿下很难保持70血以上打团的时候，所以说无尽的那个不饮血的那个额外攻击力永远吃不到，知道吧，一打团第一时间就吃不到的，第一时间第一枪可以吃到，第二枪就基本上吃不到的，他不是 ADC 手长可以出饮血，他可以一直吃到，拿枪不行，
多找一下机会啊，这你做完事也看能不能蹲一个。来来来，这边上面一个人，把这边的人蹲了，这边的肯定是不会过来的，看到我们在这里肯定不会过来。A A 也这大招守家，让他们回去守吧，我去推他的，不能跟着对面节奏走，知道吧，我们也要推他，这不回去守的话也还是亏，对吧，还是亏他，那我不如直接去拆他算了，他们应该能守住吧，我操，好像守不住，假装先不要露视野，我们不要露，我们不露的话他们不知道我们回了没，好，等兵到的时候我们再过来推的，算了吧，回家吧，卡个视野看他敢不敢过来，我有水银的，他遇到我可以水银姐，妈的狗东西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麻烦不断，坏的，这边来人的，走远一点，继续走，他们应该他们也不清楚我的位置，回家补一波装备吧，不再补个水银饰带，大龙啊，不能去下路野区，得去大龙那里，他们也可能会很可能会直接 rush， 为什么拿下走上单六级零狗都打不过，打不过正常啊，你们前面没压好，我靠，这伤害，我操，我都没碰到，必须得进草卡视野，这个谁，这个再拉太狠了，手太长了，是不是在打呀，看一下，把他抢了，我操，这么快，好快呀，一下去瞬间一下去立马就没了，来，我们打打打打，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不敢立马上来的，他们乌漆嘛黑的视野，刚刚他们把视野都躲到上路野区了。我知道他有打扁，我不能直接放着的吧，他肯定会挡的，这个 AZ 他肯定会大招挡打扁挡我大的，咱们推过去集合中他拆行吗，点因为点果子的话可以点果子的话可以省个闪现，然后但是发现时间又不够，就直接溢下去，溢下去还是慢的，没带线的话就直接来吧，你都没带的，这就打，哇，又回去了，把他消回去，他不是很肉吗，多 A 他几下，看他还肉不肉，漫天飞雨，
打野怪行回点血吧，我就打野怪回点血。这萨拉很恶心啊。帮队友都拿个红。等一波不，我来了。没火爆真不行，对面那个萨拉手太长了，其他人都手都不长，就这个萨拉手真的长。阴了阴了，翻盘。